生命中最幸福的感受，就是有人惦记着、牵挂着、想念着；感情中最真实的感动，就是有人陪伴着、在乎着、心疼着。朋友不在于远近，心里有你最重要；感情不在于多少，最主要是有人对你好。真心不在于言说，说得好永远不如做得好；缘分不在于取落，默默守候直到天荒地老；人在低谷，有人帮扶，就不会觉得无助；心若脆弱，有人安抚，就是最暖的呵护；身在寒秋，有人惦念，心里就特别热乎；每逢佳节，有人祝福，就是最贵的节日礼物。天底下疼你受苦受累的人，是父母；对你知冷知暖的人，是爱人；与你血脉相连的人，是亲人；和你同舟共济的人，是朋友。不管何种感情，有付出才有回报，有珍惜才有守护，有珍惜才配拥有。端午节，愿我惦念的人和惦念我的人，端午佳节人团圆，阖家安康，幸福满，顺风顺水，日子甜，事事如愿，笑容展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